小姐，买点什么？我想要买一个珍珠的别针。先等一等。小姐，对不起，珍珠的暂时没有，这有个钻石的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再看看别的。不用了，再看看嘛，还是改天再说吧。快点啊！哎，小姐，刚才那个别针你可忘了给钱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是便衣警探。你看，哎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实在是不得已，我丈夫失业半年多了。哎，真可怜呐。不过您要可怜可怜我，不能让我失业啊。这个值不了多少钱啊。钱是小事，不过我就这样放了你，我回去没法交代。再说你养成了习惯，怎么对得起老天爷呢？你还是跟我回局子里去。求你帮帮忙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求求你。哎，这算什么？不行，谢谢你。哎，喂，我看你是一番诚意，不过你千万要记住，三只手可不是好玩的啊。嗯，看你怪可怜的，回去吧。诚心吓吓你的。哎呀，小王八蛋，开玩笑也不见个时间跟地点呢。警察先生，对不起，他是我的侄子。哼，你拿我当什么？下次再看到你，对不起，你就挑我老子，我也抓你到局子里去。对不起、你拿我当灰孙子。走，谢谢啊。小姐，请进来，不要客气啊。来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我溜达。溜溜？你知不知道这么溜达是犯法的？犯法？是啊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知不知道犯法？问我？我犯什么法了？哼，你这个麻子，不要认为自己是麻子就乱坑人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再这么溜达，我就要喊巡警了。哎，不用喊了，我就是。哼。
36。一点也不错，36，66，36，36，66。哼，什么36、37？我才不管什么37、21。站住！你可以不管，我不管不行。拿出来。什么呀？什么？不是神马，也不是仙驴，是你顺手牵来的羊。什么羊啊？我牵了什么羊了？嘿嘿，少跟我反串皮袄装羊！你要是不拿出来，嘿嘿嘿，当心你出洋相。呀，别那么得理不让人好不好嘛？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你要多少钱？你说嘛。看样子你不是心血炸裂，加上你两个帮手，你看值多少？算我倒霉。嗯？算你走运呢。咱们要是公事公办，你就得坐牢。我看咱们还是私了了吧。啊，这个钱你拿去坐车吧。好，我就交你这个朋友。怎么样，36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当然了，36计只有走为上，请。再见了。慢着，哎，别见了，见了我对你没益处。